觉了，都订婚了，在大家面前连手都不拉的。苏瑜就是比较内向，不太会表达而已。谁说我不会表达？小苏，你们是不是因为什么吵架了？冯太，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恩爱啊，可以装，但是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。不管你们有点什么，我觉得小苏你应该主动点，亲小陈一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算是和好了吧。来来来，我们举杯。